主料：鸡蛋三个，蛤蜊肉2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2克，黄酒15克，胡椒粉2克，香葱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蛤蜊肉清洗两遍，都是整个的肉，需要处理一下，去除沙包，去掉呼吸的废液，然后再清洗干净，用网晒剩蛤蜊，在开水中浸捂的10秒立即出水，香葱切末，打入鸡蛋，加胡椒粉和5克的黄酒，搅拌均匀，锅中放油，炒香葱姜末，放入蛤蜊，同时加10克的黄酒和盐，快速翻炒几秒钟，倒入鸡蛋，截至蛋液凝固即可，煎的时候可以翻炒，让蛋成块即可，火不要太大，中小火即可，以免把蛋煎老了。煎好后装盘上桌。烹饪技巧：炒蛋时中小火，不要炒过火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